Cause if tomorrow brings something good, tonight I do it all for love. I do it all for love. 新的一天又开始。早上好，各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早。一二一。好，体力都用完了，立定。回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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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依然是在被称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湖州市。湖州历史上就有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的美誉，拥有浙江省级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99个，而乡村遍地都是黄金。我们今天就要开启的是美丽乡村淘金之旅，小黄金。在我们正式出发前，你们还有淘金伙伴。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红队的伙伴。看到一个熟人呢！哇哦，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哇哦，都是我熟悉的面孔。欢迎欢迎。大家好，欢迎哪吒三太子。欢迎不见外呀、啊！然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阿韵的，这个好像在上一期见过。所以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在杭州拍戏，很巧你们在这里，离我很近。哦，不是，那红队这么多人，我们白队有点吃亏啊！来了来了来了，白队的朋友们到了，早就在外面恭候了。哦，还有人呢？有，有请白队的队友登场。哎呀哎呀！哎呦！今天这已经热闹了，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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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往里边，来往中间这，谁队长啊？你们现在就是队长了，感觉不是好吃的队长。李沁，第二次来了吧？好几次了，哪止第二次了？我住常，我住常住的是第二次，前面说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来对了。今天完全是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的一期，真的假的？品尝着各种美味的一期，就当是来放松了啊！好，欢迎欢迎。那我们也再次欢迎李沁，欢迎周笔畅。今天大家将分成两队进行比拼，来争夺藏在美丽乡村里的黄金宝藏。那现在我们的宝藏被锁在了最终环节的宝箱里，打开宝箱需要两把钥匙。现在这两把钥匙分别交给你们两个队来保管。去，没有，咱队是民主的。太理队长，哎，怎么就在这儿？哎，这不对，早上就抢了。这个是不合适吧？哪个是？哎，我要金色的。啊？可以都可以，盲选呗。今天每轮游戏获胜的队伍会获得一枚二徽章，拥有二徽章的队伍可以获得指定一名对方队员出战的特权。你们需要在各自的队伍中选出一位队长，由队长来保管这把钥匙。队长人选不能让对方的成员知道。不能让对方知道。这样要出其不意。因为在最终环节，只要找到对方的队长并且淘汰他，那你们的队伍就能获得对方的钥匙，然后拿到两把钥匙就可以打开宝藏。队长一旦选定，我们是不能更改的。明白了，原来是抢宝藏啊！我们摊牌了，我是队长。我们也摊牌了，我们没有队长。所以现在请大家讨论一下你们的队长究竟是谁。开小会了，开小会了。来都来，来都来，来都来，你吧。当个队长，我肯定不能当。但你比较安全。我不安全，李晨肯定会偷我的，摸我的。我也不行。为啥？我脑子不行。别让我搞这种烧脑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保密，
然后我们抓阄，谁抓中的那个就拿走。就这样吧，愉快的决定了。我拿了，拿了。咱们抓阄。快点啊，你们！快点！赶紧的，麻溜的。太想当官了，就一个队长了，你说说。那我这说啥了？37号计时。我们没有规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都当自己是队长玩一天。对，我是队长。都当自己是队长。别紧张啊。藏好，藏好，放放进去。哦，有灯。我们今天的比赛最终环节，只要淘汰对方队的队长，就能获得对方队伍的钥匙。而我们最终环节会使用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比拼装备，普通队员只能选择一件装备，而队长可以获得全套装备。哦，接下来我们就请两队挨个前往两个房间里来领取你们的装备。你好，你好，卢克斯。今天最终的任务是石头剪刀布的对决。毽子王呢？这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用到的装备。这是我的强项啊！女生一般都会选剪刀或者布。每一轮两队同时派出一人，失败的一方队员带着他的装备直接淘汰，先淘汰掉对方队长的队伍获胜。今天玩的是运气是吧？这么回事。行，普通的队员只能选择一件装备，是队长的话就可以拥有全部的3件装备。请问你是你们队的队长吗？你觉得呢？哎呀，都能听见。我选你们现在越来越坏。请问你是你们队的队长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美丽乡村淘金之旅，请大家出发吧。走吧。哇，我今儿怎么这么大的车？人多吗？哇，熟悉的感觉，春游。个子小的往前走，好吗？那等我。哇，这个位置可能是要让别的队友坐，你得坐这儿。你得跟我坐。哎呀，我们是一个队的。坐好吧。没事啊。哎呀，我们是一个队的。坐好吧。那我坐，我坐，我坐。那我一会儿睡着了。来了，上车了。哇哦。这么有仪式感了吗？队长。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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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像队长哈，开始玩套路了是吧，陈哥？这样吧，来，给你一个。谢谢。不客气。现在就想打瞌睡。大家安静点。你是故意选的位置是不是？我怎么觉得我像是一个工具人？哇哦！哇，现在乡村没那么好，很好看。各位成员，我们今天会从湖州市区出发，沿途会打卡妙山村、武家村，最后到达安吉的渔村，来体验一下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那我们现在乘坐大巴车就要前往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打卡地妙山村，路上行驶要40分钟，所以我们要在车上来完成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哎呀，车上还有任务？太紧凑了，现在这节目录的路上也不放过。我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谁是电影王。哇哦，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来播放电影片段的原声，大家根据这个电影的原声来猜是哪一部电影。完了，大家要通过举手抢答的方式来回答电影，最终得分高的队伍可以获得一枚二徽章。怎么办啊，我没有办法睡觉了。我一会儿可以表演猜错了好气气晕的。来，请听第一个题目的第一段电影原声。
朋友吗？打架？什么鬼？这是什么鬼？刀刀见血呀！这什么呀？这屁股屁股屁股！baby， 黄飞鸿，错误。少林寺，错误。功夫，错误。霍元甲，错误。新手警察故事，错误。东邪西毒啊，错误。东成西就，错误。等一会儿，新手警察故事是什么梗？新警察故事。新手警察故事。新我们俩演的新手警察故事啊。我们俩演过。阿祖，投降吧，我才不怕。阿坤，投降吧，我才不怕。那是你俩演的。目前大家都没有回答正确，所以我们来播第二个片段啊。好，来，请听。干嘛你？静静，安静点。这是剑上妖狐用剑的吗？妖。Baby， 大话西游。错误。捉妖记。错误。西游降魔。错。聊斋。错。是有妖精还有剑是吧？对。啊，葫芦娃。错误。葫芦娃。提醒一下，已经有成员快接近了。啥呢？这是。好，第二个片段大家也没有猜对，我们来给大家放第三个片段，请听。喝了它。哎。告诉所有的人，他们都是你杀的。我知道了。你做妖。我来做王夫人。我知道了。仙女的沙哥画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哎呦，这哥电影卡司吗？刚刚那个声音是那个谁的声音？周迅的声音。喝了它，告诉所有的人，他们都是你杀的。妖狐用剑的吗？谁说妖不用剑？啊，不管你是人是妖，我都爱你。恭喜白队，目前领先一分。厉害厉害！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题啊，请听第一个片段。这是动画，动画，动画片，动画片。花木兰，错误。宝莲灯，错误。这个要能听出来，我是真服他。好，听出来，那我们就来给大家放第二个片段啊，请听。我喜欢你，每次你的篮球比赛我都会去看。明天晚上有我的演出，我希望你可以过来。微微一笑很轻。我希望你可以。微微一笑很轻。我希望你可以过来。那是你的台词。哦。微微一笑很倾城。回答正确。这是你的台词啊。对对对，这是我们仨之前一起演的电影。这是我遥远的听着李沁跟我的男神表白的那个。每次你的篮球比赛我都会去看，明天晚上有我的演出，我希望你可以过来。还有白宇，李现也在，吴倩，还有我跟苏玉是一个宿舍的。对，要不然我开个男孩群呀。你干脆生个男孩群。我的好，那恭喜白队再次回答正确。哦，我们要加油了，我们要加油。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题，请听第一个片段。先举了再说。全都举手。我叫盘丝大仙。盘丝大仙，全都举手了。我第一个举的。
绝对是《大话西游》那个紫霞仙子在那个门口那个，是不是？你准确的电影名是什么？月光宝盒。确认吗？确认。错误。哎，哎，不是吗？第二个是谁？凯哥。《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回答正确。回答正确。不是，那我错了吗？《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我没有这样简陋的。有啊。下一题。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执行这趟飞行任务。你肯定是来看我的，对吧？我是来看楠姐的，不是来看我的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中国机长，中国机长。海哥先举的。中国机长。回答正确。我们是不是追不上了？还早，还早，还早，还有机会，没有睡觉的时间。好，来了。他主要是没有靠在街上的时间了。坤儿，坤儿一直都没有说话，是不是因为紧张？你坐在坤儿旁边，确实影响坤儿发挥啊。一道题都没回答上，今天特别安静。他现在脑子里所有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工具人？坤儿，别紧张，别害怕。耳朵都红了，你看看，太羞了。好，下一题，请听题。这什么？一匹马。李琦。花木兰。错误。哎。卧虎藏龙。错误。投名状。错误。宝莲灯。错误。就靠你们就凭一匹马是怎么猜出这么些电影来的？花木兰，错误，刚才说过了。你把心思放在游戏上好不好？别放在金靖身上。对呀、啊，我又影响你，我又左右你了，是不是？都是我的错，让我下车。不敢说话。好，那第一个片段大家都没有猜出来，我们给大家来播放第二个片段。我怎么听到了上海话？女排，中国女排，错误。雨琦，战狼，错误。那叫什么来着？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对对对。确认吗？确认，确认，确认。错误。啊啊啊！这部上海话电影叫什么来着？哦，我知道那个，第二个片段。这部上海话电影叫什么来着？哦，我知道那个，八百。什么？不可能！不是，不是，不是八百，不是八百，什么？不是八百。八百。不是八百。回答正确。你演的。你演的。八百里面怎么有中国队？中华民族必胜，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必胜，来生再见，来生再见。刚才这部电影就是《八百》，恭喜金靖回答正确。哇，好厉害呀、啊！
这咋听出来的？来吧，下一部电影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请听第一个片段。韩老师，这儿有座。来，你坐里边。哎，坐。金靖，天下无贼。哦，回答正确。正确。怎么听出来的？这是韩老师，这儿有座，你坐里边。哎，天下无贼。你今天在这个环境敢睡觉？我耽误你。哎呀，是我耽误了你，但你没有耽误我。恭喜金靖再次回答正确。我来感觉了啊，我来感觉了。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十年了，老大。哦。金靖，无间道。回答正确。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我和我的祖国。回答正确。对的。你知道答案呢？你有我不要见。哪吒。之。金靖，哪吒之魔童降世，回答正确。哎呀，谢谢小舅。哎呀，大比分反超啊，好棒啊！金靖今天坐在这里非常有感觉了，他被激活了，他一下子钥匙就打开了。你是我的钥匙，你是我的钥匙。开了我的心锁。Oh my god！ 金靖，你来了之后，我们失去了一个长处。我们这个长处今天一天不说话，一天变成了工具人。荣幸，荣幸。太厉害呀！哇塞，就这一个环境音，怎么比比比比谁谁？我觉得我可以睡一觉。来，请听下一题。好熟啊！我怎么那么熟啊？这个肯定不是最近，这个声音质感就是那么久远的质感了，又。baby， 倩女幽魂，回答正确。目前还是红队领先两分。两分了，两分了，加油加油加油！没事，我们鼻姐要站起来了。鼻赶紧发挥一下呀！来下一题。阿七，你冷静点。香港片你应该是香港片好，卢卡斯，上海滩，错误，喜剧之王，错误，食神，错误，赌神，错误，大内密探008，错，新警察故事，错，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鼻姐蒙一个，鼻姐快蒙一个，鼻姐蒙一个，鼻姐快蒙一个，鼻姐，英雄本色，回答正确。正确。太快了！周秉昌，你终于来了！这一集，我等这一分钟，你出现了。李明赢的好，我李姐威武。有啊！怎么样，有劲儿吧？哎呦，我等了你三年呢，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怎么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我是说怎么好熟啊，你知道吗？其实哇，在脑子里面每一次都是差一点点。你差一点，你差一点，每一次差了一千次，就是差一千点啊。可以，恭喜白队回答正确。好吵啊，在车上保持安静啊，好吗？但目前依然是红队领先一分。好吵啊，好吵、啊。来，我们再答对一题就行了。来，请听下一题。一二。我知道了。哎，是不是我的？李沁。唐伯虎点秋香。回答正确。秋香姐，麻两全先吧。麻将、牌九、掷骰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对，我们现在两队打平了，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题了啊！来来来，赛点赛点，来，请听题，最后一题了啊！紧张紧张。中国银行本票，两万大洋，你哪弄的？大洋。哎呦，这是我女儿杨开慧，她叫毛润志。哥哥你好高啊，爸我玩去了。好高啊，爸我玩去了。李沁。中国一九二一。错误。剑。你先错了，不能回答啊。剑什么？剑什么？什么哎呀，我自己一直深入我的。恭喜红队以一分之差领先白队。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为了真理而斗争。好，哥哥你好高啊，爸我玩去了。同学们冲过去，两千年的灵魂大山彻底推倒。中国共产党同意。同意。全票通过。恭喜红队在第一项比拼当中获得胜利，那你们可以获得一枚二徽章。谢谢。拥有二徽章的队伍可以获得指定一名对方队员出战的特权。感谢坤儿啊，谢谢你这把钥匙。谢谢谢谢。不客气。好，马上就要到达美丽乡村之旅的第一个打卡点妙山村。当年的陆羽在此生活40年，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文化巨著《茶经》。如果小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人文知识，也可以下载呱呱龙启蒙 APP， 通过趣味动画探索有趣的世界，给孩子更喜爱的启蒙教育。除此之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知名的旅游打卡地，叫做长颈鹿庄园。长颈鹿庄园。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长颈鹿庄园，大家准备下车吧。好 ，Let's go。你看长颈鹿，长颈鹿我可熟了。走呀，导游。大家好。是今天的导游，叫我 Andy 就好了。Andy， 嗨，接下来呢，就跟我一起进去吧。Go， Go。刚这是两个长颈鹿啊。我们这里空气非常好的，布朗离子大概有15000到20000，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空气的感觉。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丹顶，丹顶鹤，丹顶鹤，这就是传说中的丹顶鹤。小丹，我们从远方看到我们丹顶鹤展开后非常大的翅膀飞过来，它的姿态是非常优雅的。哇，好漂亮啊！你看丹顶鹤头上的那个红色，不是羽毛，你知道吗？它这个红色是皮肤，皮肤头，它是秃头鸟，这是最有特点的一个冷知识啊。晨哥，晨哥，我问你一下，丹顶鹤，丹顶鹤头上为什么是红的？因为这东西可以变成鹤顶红。你还是没回答人家问题，文化常识也就到这儿了，就到这儿。好，那我们继续往前游览吧。走。哇，长颈鹿。是的，在我们左前方的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版的长颈鹿。哎，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个长颈鹿。嗨。哇哦。好可爱。他现在的表情是谁？哪位？你是谁长颈鹿？这歪脖子。他怎么掉啊？那些东西，他本来颈椎不好吧？颈椎。哥，我们一起跟着我们。I guess I'm just going through withdrawal. I must have been lying when I met you. Out of my mind when I decided to be. I was supposed to be. 接下去我们去到的是我们的农场部落。然后呢，首先会经过一个创意工坊，这也太可爱了吧！大家这边可以看一下，这有那些帽子啊什么的，非常可爱，大家可以试戴一下。可爱呀！你可爱吗？可爱死了都。可以。哇，你这瞬间。这回去给娃玩多好啊，是吧？我就挑这个。哎，你自己带，你自己带，不用，你在这塞一下就行了。来，我很好奇，我帮你拿这个。在场景对。哇，好美哦！宇宙无敌地震，天天了，宇宙无敌地震。哎，我们是同一个吗？我们是同一个吗？哇，好大！我们往这边走了。发生什么了？我们往右手边走了，开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土拨鼠，对，土拨鼠。啊，看到。哦，好可爱啊！哇，是他吗？吓着了。对，就是他。要干啥？要吃的。啊！他还来，他要吃东西了，他饿了。干啥？要吃的。哇，他那兴奋应该是他第一次这么活跃。他就是过来打招呼哎。你好，我是 Angelababy， 你叫什么名字呀？ My name is Angela Hungry. Bye bye. 有的时候他们两个可能也会因为一些问题然后再打架，非常的可爱啊。这是个乌龟吗？这个龟吗？这个是亚达伯拉象龟，超级大，这是真的乌龟啊。对，这个哇，这么大的龟啊！我们的象龟现在呢30多岁了。哇。你们看它的体积比较小哈，但是呢，它的体重非常大，要4个成年的壮汉才能很吃力的把它。会不会攻击人啊？一般不会的。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浣熊了。小浣熊。啊！哈哈，好可爱！救命啊！啊！哈哈。Hello， 哎呦，你拿的，哎，好可爱，真的好可爱，我不给你，先吃。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我们往右手边进去就是我们小鸟的家里，什么呀？这是天空哦，还有小鸟会走出来。我进来告诉 Baby。哎呦，好重啊！找一个树桩自己站好，你看这个树桩在这里给大家定位了啊。然后呢，爬过来是吗？哇，真的假的？真的。没有人理我。
来一个小家伙，快过来。太孤独了，咱们俩。过来。哎，来我这儿了。哎，来我这儿了。哎，你们四个人考虑一下我，好吧？啊，他来了，他来了。撑不住了都，哎，你看我这全都是黄的，哦，好沉呐！哇，过来抢我了，抢我了！我这就这么凶，谁来了把谁弄走？哎，我这个都是停靠站，好吗？哎，四哥一起打架了，因为我手里面没有了，只剩一个。打架好好笑，打架好好笑，太多了他。妙山村的打卡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美丽乡村淘金之旅的下一站鲁家村，让我们出发吧。奔跑吧美丽乡村。嗯，不一定。你看这有数字呢，还打地鼠。妈呀，打地鼠啊！这我身高也不够啊，这个。我的锁呢？我都不敢站在这儿。来吧，锁。大家就正录节目吧，都在工作呢。你还知道你是来工作的呀？你上的是什么节目？约会吧，兄弟。约会吧，兄弟。又一档节目出来了。欢迎大家来到鲁家村。在十年前，鲁家村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乡村，但是现在这里通过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模式建立了18个开放牧场。现在呢已经到了夏天，农庄里的瓜果都长得特别好，但是地里会有地鼠在田里出没。为了保护庄稼，我们接下来这项任务就是要打地鼠。No， 这个我玩过。废话，废话，废话，打地鼠，一队派3名队员扮演地鼠，另一队派1名成员扮演农夫，在1分钟之内，3只地鼠露脸，时长之和即为该队本轮成绩。地鼠被农夫击中就立即淘汰，成绩较高的队伍获胜，获胜的队伍将获得1枚二徽章。哦，我们派三位，这个根本露不出头的当地鼠。什么意思？哪三位露不出头？我们三位啊。不要以为我们队就没有三位。我们也有三位，我们也是三位，我们有。漂亮。好像谁队里没有？还有补刀的。目前是红队领先，就先从红队先来扮演农夫，然后白队先派出第一批的3只地鼠。李林，你们三女孩先玩，你们有没有想玩？没想玩我就上。那你去吧，你去吧，我第一把。你打我们仨女孩啊！哎呀，这我下不去手啊！就是让你下不去手，我们才出。所以我们战略就我们换出金靖。金靖，你不会把这仨打的脑袋都包吧？全打成你的模样，全打成你的模样。第一组，请准备。节省点体力行不行？什么情况？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没事吧，姑娘？没事吧？拔不出来了。不行，这鞋太大了。你不许笑，你都不心疼人家，你都不心疼人家，谁都可以笑。
一个协调一点的。你去吧。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好，来吧。坤儿，备啊！三、二、一。啊！等一下，没准备好，我给。哎！好生气啊！我好生气！我太气了，好生气啊！简直是一种侮辱啊！气死了都！偶像，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六、五、四、三、二、一。真的很难。这样，我上去试一把，不算成绩了。你自己练吧。没人给你揍，我把这个给导演组让他们赔去。那我们打地鼠第二轮，准备。真执着，真执着。嗨，朋友。哇，等一下，哇，等一下。哎呦天哪！小心，小心，小心。等一下，慢慢来，不着急哦，我等你哦。最后五秒，五、四、三、二、一。刚才在这一轮当中，红队有效露脸时间93.6秒。你看，哇，93.6，我天！然后我们可以允许大家每队选出两名农夫。哇，太姐，我们队只有这两个队，只有一对了。你愿意当女农夫吗？可不可以当男农夫？你们两个有一个同时上台的机会，你不珍惜这个机会吗？我还想靠实力，不想靠恋情。我突然一下不知道接什么。哦，现在是两个农夫了。两个人应该五个地主。对，应该所有人都上。对，两个人可以是五个地主。对，五个太难了，四个好了。好，那接下来请地主和农夫们就位。史上最强的农夫要出现了啊！地主们，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好，准备。来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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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好难。来来来，嘟嘟嘟嘟，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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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剩最后十秒，来来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来来来来来，嘟嘟，来来，好，两个吧，有有有，这一轮白队有效露出时间55.4秒。咱们是谁打来着？凯哥还有那个，可劲儿打，好嘞，可劲儿打，打得到任务。打地鼠的最后一轮，请准备。秒杀了我！哎呦！哎！哎！秒杀呀！我打！打！打的！哇！太厉害了！现在我们队就剩一个人了，现在我们队就剩一个人了。俩坑一个，这太难了。哇，你们都被打没了呀！来来10秒了，别出来了，出不来。好了，啊、别出来了，出不来。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反转了，我打的。地鼠克星，农夫之王。最狠的是周笔畅，几乎没动过。人没动过，人打了两个。啊，那不人跟人之间有差距吗？所以恭喜白队在这一项比拼当中获胜，可以赢得一枚二徽章。哇 ，yes！ 但接下来我们还要去体验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项目，就是我们要去体验一下这里的农家乐。哦，太好了！农家乐还农家范儿，我喜欢。但是要你们自己做给自己吃。
太没问题了。那沙哥可以啊。我可以啊，来吧。好，那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李家村大灶台。好，好，好，出发吧，美丽乡村。电动车跑得远是关键，认准国家节能标识，台铃就有，低碳出行，哎，选它就对了。这又是偶像剧镜头，给我们宋韵拍一个偶像剧镜头。哎，这个好好看，而且好干净哦。宋韵，哎呀，够不着了，没了。宋韵，哦，哎，你摘到手心来一点。我再给你一次。接下来再来锁，锁，来锁。哎呀，你看那当爹的，怎么的？儿子现在心有所属，你不高兴啊？这是你的选择吗？你是认真跟看见过的吗？我也改口了，跟他喊爸。那叫爸。到了，到了。哎呀，完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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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哇！到了，到了。鲁家大灶台，这感觉这感觉像铁锅炖呢，这是。感觉都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白队左边进。白队左边。啊，白队这边啊。左边。啊，我们是右边进。鲁家大灶台，每人一个灶台啊。关键是烧火，我不太行啊。洋葱。好丰盛哇！这有小龙虾，什么都有。小龙虾，欢迎大家来到鲁家村的大灶台。马上我们要在这里让大家体验一下农家乐。小龙虾、鱼还有鲜笋都是这里的特色。然后大家桌子上都是当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所以大家偶尔可以品尝。你们那边会做饭吗？我们不会。我们不会，不会。我们都是公主和王子。我们这边都是厨神。哥，你是有点像火夫，你有点火夫意思。厨子，都是厨子。反正我一点不会，谁不会？一点，我一点不会。他谦虚了，他肯定会。真不会，真不会。老板，公主和王子们。不是你得分好。你别光跟公主王子说，厨子这边还挺。我们就有证儿呢。这边都有证儿的厨子。没有证儿呢。不，是公子和王主，公子和王主和王子。公子和王主是什么？王。公子和好的好的。王主啊，王主你歇会儿。公子和王主。大家需要在30分钟之内进行做饭接力。六人接力做饭，每组成员以鱼、猪肉、龙虾、鲜笋为食材，接力烹饪的形式完成4道菜品。我怕中毒，由5位当地村民品尝之后投票，获胜票数最多的队伍获胜。我给大家跳个舞助助兴啊！大哥单身吗？谁做的？盐不要钱是吗？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这么期待过一个评价。先来商量一下你们每队要做的4道菜，我们商量一下。哎，咱们商量，我做一个那啥，辣椒炒肉，还有一个你做笋，哥不会做笋。笋的话，其实清炒就行了呀。怎么的，凯哥？无从下手吧。你怎么跟我的状态这么像？我只能生火，来吧。鱼怎么做？清蒸吗？鱼的哥，你觉得怎么做？清蒸比较保险。清蒸你行吗？清蒸你行吗？鱼清蒸怎么蒸？就直接蒸，放点葱姜蒜八角，然后再
烧点热油，最后清蒸出来把热油淋上去就行了。可以啊，嗯，行啊。鲜笋你们有人会做吗？不会。鲜笋烧汤。鲜笋烧汤。有腊肉吗？没有腊肉。你们做什么菜啊，小舅？有湘菜，有东北菜，还有泰国菜。啊？那我们别比了，来。那边所有人一筹莫展。咱们最起码还有点门，我们有点门路是吧？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场上要有成员稍微管一下那个火，点着就后面就不管就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件事情啊。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啊！每两位成员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计时开始。聪哥，生火，后面凯哥，后面哪儿啊？后面。哎呀，在后面。后面，不是这儿。我咋生啊？打火机。打火机在哪儿啊？哥哥，你蹲下，对。啊。然后把那个点着往里送。把哪个点着啊？是不是得用张纸啊？没有纸吗？哦，用这个。把那个木先点着，两个锅都得着。别急，再点。着了。哥，你可以扇扇风。扇咋扇？吹。着了吗，哥哥？着了。你看他们都在生火，我觉得生火肯定很慢。你相信我，非常好生。你以前干过这个？那当然，我牧区长大的嘛。哦，生火很好生的。哇，哟，你这个声音很专业啊 ，baby。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准备的材料，现在够了吗？够了。我给你把蛋打了啊。哎，你咋把我活给干了呢？不是，我帮你准备好啊。你给我留点活，我就会这个。你还要摊饼呢，你没时间。我不会摊饼，你别干我的活了，baby。我把蒜下锅了。你有拍一下吗？拍一下再包就特别好包。但它这个有点那个，巨好包，有点老。你都不用，哎，就可以了。大家要先回到座位上。哦，回座位上啊！哦，回座位上啊！还回座位呢？哎，时间太紧了，我就不切的那么仔细了啊。我快成烟熏的了，烟熏猎豹。我先把肉给切了，我给抓一下，我觉得这些肉够了。对，生抽。第一组的时间还剩最后10秒。我给你把柴添上，再搞点胡萝卜吧，好看一点。哎呀，切一半儿！我上啊！来，我先洗手，快上！你把蛋打了，然后把那个笋放进去，然后摊饼的时候放点盐。摊饼是什么？天哪！这个肉是不是要切一下？切完了，切完够了。肉切完了是吗？我干啥来着？我都忘了。去生火去。我生火吧。这边挺旺的，你小心一点，你不要用手。雨琦，哎，拿这扇着。给我。这个火行吗？哦，没问题，火没问题。你先把水倒了呀。好。
那边这鱼，那边好，那边已经活已经着了，直接把鱼放进去就可以。好，龙，我现在要干嘛？哪个火行了，你就炒你那龙虾。好，先把油倒里，现在先倒油。好，多倒点龙虾，龙虾吃油。好，你先放蒜。要油热了再说。对，蒜。大料，大料，花椒。好。不是这个，大料，大料，这个啊，对，还有花椒，这两个，对对对，都放了，都要放的，对，对对对对，好，辣椒，对对对对，好，香叶也可以啊，好了吗？油得热了才行，等一下，等一下。还没开呢，你不行就等一会儿，让比比上。那我干嘛？我还可以干嘛？我这样，哎，你会切吗？我切切切就行了。把红辣椒切了，把红辣椒切了。好，一会儿那鱼出来了，点缀一点，红色的好看。好，切丝切丝。好，别急啊，不急。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切手指哦。哎呀妈呀，乱七八糟！拿这个干叶子。不带接力棒子的成员，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啊！我们不伸手啊，我们不伸手。我们没有动手，我们只是在动口。真是闲不住。但是我们想溜达。哎，那这咋回事？那边啊？哎呀，有洗锅的，有切菜的，有烧火的。所以在嗑瓜子儿。没有，我们这是指导确认。那边你看分工明确。不是，太粘人了，回去。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嫁给你？你真的好悠闲呀，松韵才公主呢，你看看，就小苹果一吃，你知道吗？这才公主呢。这才公主呢，普洱，差不多蛋打得可以了，你能去切点配菜吗？再放点木耳。OK。好了，差不多了。哥，你一会儿把配菜炒一下。哦，对，炒一下。哎，宝贝，这个没做熟呢。做蛋饼的配菜要先焯一下的，是吧？不是先放的吗？要先焯一下是吗？对。那就做两款好了，一款是这样，一款是那样呗。两做两款吧。做两款呗。呀，灭了！生火太难了。你先把那个碎碎放在底下，然后把那个两个放在它的上面，轻轻的放，带着空间。下面是引火的，上面是不对，你在上面，这个是那个空的，剩下的那个你出来的时候掏的东西啊，然后你把这个放在它的上面，你着了就放，把这个放在它的上面，要不然就白弄了。你搞得让我给弄灭了，再晒。怎么灭了？怎么又灭了呢？绝了！啊！生火太难了，真的。火升起来了吗？升起来了，两边都升起来了，是吧？没有，有一个灭了。是不是堆太多了，它就不容易着呢？成哥，火！好了，差不多了。第二组最后十秒，我炒了。我好棒啊！我打鸡蛋了。
三、二、一，时间到。走走走走走。三组压力老大了，鱼再不蒸就没时间了，朋友。烧水蒸鱼，蒸鱼蒸鱼吧，蒸鱼做水做水。现在这几个菜我就只会摊蛋了。待会儿没油，没放油。油还没那个。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这个火没上来呢。现在可以炒了吗？火，没热呀，没热，没热。往里面加勺，加竹子，再添，再添，没事儿，要大火。一直添吗？一直添。你来把肉先炒了啊。这爆不了，现在还温度不够，就完全不够。先扇，让它火起来。它火现在已经起来了，现在火挺大的了。生抽，生抽，加点盐，加点米醋，提鲜。看比比，比比以前唱歌之前是厨师是吧？行了，我们没问题了，我们。哎，这个味儿是对的，对的，这个非常好，非常好。来来来来，我把它拿过去炫耀一下。哎哎，给你们尝一下我们的小龙虾味儿。哇，但他们已经出一个菜了。哇，好吃的，尝不尝？哦，我不尝。哎，学会做生鱼片。油还没热啊，嗯，就锅还没有完全热。咱现在从长计议，先把菜弄一下。你现在就下一轮要做菜，咱那鱼在哪儿？第三组还剩最后十秒钟。火热了吗？啊，快了，来得及，还有一轮呢。我还是要切什么？我去看一下火。三、二、一，时间到。我刷锅，你哎，你们再把那个火搞一下。接力接力，我来生火，我来生火。还要扇一扇吧，鱼熟了吧？你看一下。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可以可以可以，漂亮漂亮。哎，低调一点好吧，不要影响对方的情绪。你去搞一下火，要灭。我搞火，搞火，搞火！望着呢，这个贼旺，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越烧越旺。从今天开始 ，get 到了一个新技能——生火大师。他们火都还没烧开呢。我看一下热热没热，还是没热。为什么咱们这个这么慢？这个火，水都不烧，烧不开。你看。我们这个火怎么这么慢啊？哥，你可以炒肉了。可以可以再多炒一会儿，多煸一会儿啊。对对对，多煸香，把它煸软了是吧？辣椒的味儿给它煸出来。对。咸蛋不用尝，不用尝吗？哎呀妈，老厨子了，这是鸡精啊，稍微一点点，一点点，提个鲜，提个鲜。太富裕的时间，还没热锅啊！天哪！不要关，不要关，我扇扇风，你把那个打开吧。你看一下那个水能开吗？现在真的不行，油都不热，为什么？你看那油开了没？没有。我们俩这个灶台是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这火都到现在锅都不热，水也烧不开。对对对，给他一整把来。太奇怪了，我们到现在锅都不开。火巨大，你去看一眼就知道了。这个锅不热，油都不开，完全没任何反应，凉锅，这不可能。是不是什么东西堵了？
这么长时间锅不过热是不可能。不是，你们来看一眼，是不是坏了？水不开，两个灶都要烧的，全烧了。会开的，把火的位置往里面放了。你看看后面有多大的火，多长时间了？你看看这油，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凉锅，你过来你就知道了。你看一眼，来来来，没事，你入镜没关系。你摸，你们看后面火有多大，烧了多久了？太惨了，他被陈哥手拿着贴着锅，你摸。外面火，里面没火，里面都烟。不是，刚才全都推到里面去了。对，我现在是里面都是烟，它是要火。那你帮我们把那个火弄进去点，可以吗？不会弄啊，是技术问题。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是吧？是塞的太多了吗？太多了。啊，非常。可是我们塞多了，被那个大的东西卡住了。它里边都没烧起来。因为那个东西不着。竹子没着，那个东西不着。我的问题。生活，咱俩换一下就好了。我来。到我俩，到我俩。这边，你来炒。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现在就需要火，开火。时间还剩最后十秒，来火了。好了，有了。接谁啊？我俩。3、2、1。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生火，保证火别灭就行。嗯，可以。好，可以了，再炒老了。嗯 ，OK， 搞定。行，差不多可以放鸡蛋，炒变了。Oh my god！ 我是捡回来的勺子，小心。不好意思，是正常的，哎，葱啊，我忘了葱啊，还记啥了？是真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它要香。应该还行哦。哇，呛死我！卢卡斯！着了，卢卡斯！不要用水！哇，我来了！吓死我！天热了是吧？改凉菜了？哎呀，凉拌西红柿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的菜，我觉得做的浓油赤酱，就没酱，真的要火。坤，你要干嘛呀？打下手呗，还能干嘛？坤，我不会嫁给你的。他什么都不会干，以后嫁过去就是自己来，我才不要吃这种苦呢。我要嫁沙溢老师这样的男人。我可以。所以沙溢老师是过日子还是选沙溢？谈恋爱还是选蔡徐坤好？差不多了，下了。慢点，慢倒，一点点倒，他得慢慢熟。第二组最后五秒，只能变成摊鸡蛋了，没办法，糊了。3、2，来不及了。1，搅拌，加油，最后一个，搅拌。快，谁来帮我把这个锅清一下？你这是啥？那个笋蛋是吧？我说这个造型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想想啊，就分那个一小碟一小碟的，一口那个，弄个五口，是吧？这样弄个勺子，做个造型，这样能好看一点。哇、wow。Baby， 我觉得我们把重点放在安慕希水果酸奶上。好，我觉得这个安慕希五克蛋白这个也可以打开。看，我葡萄都是扒了皮儿的，非常的讲究，摆盘要好看。哎，这我就笑口常开。哎呀，这个完美。哇，这好可爱呀、啊！我好像看出来了。你们把精力主要放在摆盘上了，加油加油，最后一个。看，色香味俱全，好厉害呀、啊！我们很棒。农家乐做饭接力，只剩最后十秒钟。好了，我的这个可以了。确定可以了吗？可以了，这个可以了，可以了。这着急忙慌的，我跟你说，咱主要是那个火来，我来，收工。好嘞，接下来我们就请五位鲁家村的村民来为大家品尝一下，好吧？欢迎。刚才我们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家人来了，我来了。欢迎来，安吉。大哥。你别出去，就当你家一样。谢谢。我觉得我们做的真的色香味俱全，那要好好尝一尝啊。哇，琳琅满目。这是 baby 亲自摆盘，太幸福了。我扒的葡萄的皮儿，对。这个安慕希五克蛋白酸奶是我亲手制作的。这个鱼比较不错，好吃。这个菜火候刚刚好，窄还差一点，盐不要咸吗？不咸啊！对，咸了一点。尝尝黄瓜，可以。好，这个菜口味真的有那种家里的味道呢。多吃点，大家吃饱了，那边的就不用再尝了。诸位，咱别往饱了吃，这边还有呢。别。开动。这个龙虾是辣妹子做的吧？对，香菜。我们这儿有香菜，有东北菜，有泰国菜。这个是比比的湖南菜，湖南的，很入味，龙虾很入味，可以。发一哥，哪个是你做的？辣椒炒肉，有点那个味道。看看一个优秀的厨子是多么的傲娇，就站着都不动。首先有请我们这边的女生先开始。那边的话有让我感受到他们摆盘的那个用心，然后这边的话主要是有感受到一种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这边的话从他们的手艺上来说比较娴熟，有湖南的辣，东北的咸，你们是可以原地开饭的。谢谢。这边这个笋有点齁，有 baby 的手剥的葡萄，非常的贴心。接下来投出你们手里珍贵的一票，我的结果是给沙溢老师。谢谢。第二位评委，家的味道。谢谢。安吉拉，谢谢。这边。对啊。哇，谢。目前两队是打平的，有点为难。这个我不敢直直视的，这个要手艺都一样的。这个整个过程李晨在点火的时候半天点不着，我也非常着急啊。他最后你还是点着了，我被李晨这种烧不着还是他的精神最后感动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这边。我们迎来了不抛弃和不放弃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恭喜红队，你又可以获得一枚二徽章。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最终地点渔村的矿山遗址公园，在那里我们要进行终极淘金对决。奔腾 T55 这车真的是空间非常大，有25处储物的地方。看这个座椅啊，这个是多功能皮质座椅。看后排这个位置啊，特别符合中国人的身材。
决赛曲。对，看这个，我的天哪！怎么掉不下去啊？这太吓人了！这么刺激？玩这么大吗？最后一把？哎呀，刚才没有看到底下是什么。下面就有一点泥鳅啊、青蛙呀、啊、什么这些的。我的天，不是吧？玩这么大吗？最后一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安吉渔村的矿山遗址公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渔村靠着优质的矿石资源成为了安吉的首富村，但同时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来村转型升级，已经将矿山关停。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废弃的矿坑。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石头剪刀布的终极淘金对决。我们今天的最终对决是要通过石头剪刀布来进行比拼。前两轮的对决，各队要互派一名队员出战。你俩谁第一个？这不知道啊，盲选这个，反正两个布会全嘛，谁先出都无所谓。无所谓。从第三轮开始，根据你们今天获得二徽章的顺序，必须要使用二徽章指定对方的任意一名成员出战。行，这一局不是咱们，是他们，我去吧。输的队员直接淘汰。我还挺高啊。如果有一方的队长被淘汰之后，那么这队失败，他们队的钥匙就可以归获胜的队伍，两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我们黄金宝藏的宝箱。那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终极对决。现在请两队来指派第一轮出战的两名成员。在那个每个人再说一下自己的是什么。我们四个不想。我选这个。哦，好，我选布吧。我选布。哦，布。选的啥？布。啊？我们三个布啊！现在的希望就在老沙身上了。你选的啥？我这问题有点大。咋的了？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我现在出事儿。完了完了，都是布啊！我原本选的是剪子。我们最近玩的啥呢？不是早上都已经吵了过半天。好吧，我跟你说，我跟你讲，我们四个就一二三四，那谁上都一样，一样，都无所谓了，无所谓。行，那你俩谁第一个？你第一个吧，他要上厕所。就这理由，这理由，我们就是这么的随意。我来，我先来。哎呀，我看到了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你知道吗？这个面膜特别好，可以深度补水。还能够这个清洁毛孔里面的一些彩妆残留，敷在脸上非常的柔软舒适，还能长久的保湿。你们要不要试试？一会儿回去我回去试一试。哥，哎，队长不是每个牌都有吗？所以我们石头剪刀布其实都是可以有两个。但是有个问题是，你是队长啊。请问你是你们队的队长吗？我是。你可以拥有三件装备。哇，我全拿呀！别着急啊，队长来了，让大家久等了。先听我布局安排，这一集主要是保护我，知道吗？好有范儿，队长。坤坤主要保护我，知道吗？有什么事挡在我前面，对，扶着我，搀着我，公主抱我。我是队长啊，你不能那个轻易的那个什么。哦，他们如果下一个人不小心把你给弄下去了呢？对，然后我。那我先出吧，你们觉得行吗？那就我就队长先上吧，先打个样。你第一个吗？我第一个。好，来，请站好。你别请站好，咱俩一起站好。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啊？是你吗？因为我也不是第一个呀。那你站在那干什么？你们谁第一个？我。Lucas。Lucas。我们对决吧。啊。你们觉得能赢吗？不知道啊，这纯懵啊，这是。
能不能给我点信心？哎呦我天哪！好，第一轮对战，最终的结果是三，加油！二，给我们力量。一。那第一轮红队已经淘汰一名成员阿云嘎，阿云嘎的装备也已失效，接下来请两队派出第二位要出战的成员。比比也来吗？你来我也来。金豆，你为什么要金豆我呀？咱们第二个谁啊？我觉得可以尝试换一个，因为他已经暴露了，知道了吗？嗯，你有没有想过他万一还让卢卡斯出来？不会的，我觉得，因为大家不一定，都已经真不一定，绝不会让卢卡斯出来，真不一定，真不一定。他们肯定知道卢卡斯已经被我们看到了，他是我们会出剪刀，然后他们会出，但是我们出谁都是同时走出去的呀。你觉得他们不会换吗？我有点担心他们还会不。哎，他不会出来。真不一定，我总有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哥是肯定留着的，因为你必须得后面要剪掉卢卡斯。剪刀吧。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要是我上了，然后卢卡斯再上的话，那我又掉下去了。我觉得我们出布是最安全的，就算他是出了卢卡斯，我们至少也是个平手。我是布啊，我是布啊，我是布。来吧，这要讨论这么久吗？这个事儿，这就是你们有仨还讨论，只是说这个游戏这么值得讨论？对呀、啊。好，两队第二轮要出战的队员是，那我去了。嗯。被你猜中了，果然是卢卡斯。被你猜中了。咱们第二个谁啊？我觉得可以尝试，就还是他，就还是他，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暴露一个人。就算我们输了，我无所谓。对啊，哎，你们也知道对啊。咋的？这是很有信心呢？也没有。究竟两队第二轮的对战最终结果是？这一局两人打平，所以这一轮这两人需要竞赛一轮。根据今天获得二徽章的顺序，红队在第三轮必须要使用第一枚二徽章，你们可以任意指对白队的一名队员在这一轮出战。其实我们是优胜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两把都知道了，不是，然后下一把，然后再下一把，然后我们输了。不是，我不是，我们是只有五个，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卢卡斯已经是，如果队长恰巧就被选的时候，他输了，我们就 over 了，结束了。他们有这个，他们可以选。他觉得我们人多就好，跟人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不是，卢卡斯已经陷入了奇怪的怪圈。他说我们已经优先了，我们已经优先了。他选一个人，他只能知道人，他不知道除了你的咱们几个，他不知道啊，只是选人。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讨论这些都没有先听他们要选谁。谁纠结不是咱们，是他们。咱们因为被动，他们有主动权。对，咱们没挥着。对，咱们人家爱挑谁挑谁。对，咱们是被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猜队长，猜他们谁是队长。如果是能猜中了赢了，我们就直接赢了。肯定不会是卢卡斯，因为卢卡斯第一个也不会是队长，对吧？我觉得肯定也不是沙哥，因为沙哥他刚刚在看底下掉是什么情况，他一直在就是下一轮准备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沙哥。
你觉得咱们谁是队长？我觉得队长会藏在嘉宾里面，在嘉宾里面。我觉得李沁，两个嘉宾，两个女嘉宾，都是有几率的。我觉得李沁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比您可能性会比李沁要大一点。嗯。请问你是你们队的队长吗？不是，是。是队长的话，就可以拥有全部的三件装备。好。而普通的队员只是从这三件当中选择一件。全都，全都。那如果是吧，我跟你说，如果是金靖，他一定会指定你的。我觉得是。我可以去搏一把。别，你留一个，留一石头。但是不是我们第一把输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太在乎我们现在的数量了，因为它只是一个概率问题，不是说我们只看我们有什么。嗯，我同意。啊，所以我去吧。我不敢看日照。我也不敢看。搏一把吧。哇，我怎么觉得有点悬呢？我们先把他们的人选出来，可以？对，你们选出来的话，直接。说起来就行。BB。他们红队。不能指定的白队出战成员是。你照个框。周笔畅。你看我就知道。静静。我就知道。你自己选吧，我们哪知道他拿啥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请指引。反正他们就知道你是队长。快点随便。如果有一方的队长被淘汰之后，他们这一队失败。你相信你自己直觉？我也不知道。你对不起，没事。没事，我们相信。哎呀，游戏第二，加油！可以啊，最后一个要。我跟你说，永不放弃，绝对能赢。行吧，行吧，去了，去了，去了。啊！加油！加油！队长啊！排面多呀，去队长啊！这排面多呀，看来。Love wins, yeah, Quinn。好，这一轮我们来公布两队的最终结果。这一下发起三，这个已经有十个人来了。二，选择是什么？就是好了，来吧，小心，好帅，一点都不怕。哦，收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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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会不会结束了？应该不会。没有结束，他不是。没有吧？还是游戏继续。那恭喜红队取得了最终环节的胜利。你们猜的太牛了，猜准了是吗？猜的是他，因为比比确实长得像我们这里领导是吗？我们这几个长得像群众是吗？我们是大厨，没办法，你这带着领导气质呢。你说你这一上哪儿老是这样？接下来请白队的队长周笔畅将你的钥匙交给红队。今天是坤凯瑞。哎，这下你有体验感了吧？来去看你的锁。哦，金表！哎呀，金表啊！里面总共有六个怀表，每个怀表里有一枚纯金的金币。哇，纯金啊！哇，这个真的好纯啊！帅。恭喜红队赢得了我们今天的黄金宝藏，但是大家还看到了宝箱里还有一张地图。哦，地图啊！哦，地图，你们要去地图那边找藏宝图吗？这个是，看见后边那座山呗，一会儿你们攀岩上去，攀岩上去。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虽然你们赢得了黄金宝藏，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宝藏等待着你们去发掘。哇！今天的最后一个黄金宝藏就矗立在大家身后。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哇塞！大家再次看你们怀表里的那一枚金币，它的正面还有一个数字，100。建党百年。没错。因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反面写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24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必定遍地开花。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进行美丽乡村淘金之旅的真正含义。太有意义了，这个太有意义了，这个做得棒哎！而且我们今天一路前往了庙山村、鲁家村，还有渔村。接下来我们就请来自这三个乡村的4位党员朋友一起和我们聊一聊他们和乡村的故事。有请。欢迎。欢迎。哎，欢迎。Hello。欢迎。大家好。欢迎。欢迎。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叫汪颖，然后是一名90后，我来自吴兴区的庙西镇，就是今天大家去喂长颈鹿的地方。哦，那个。对，这长颈鹿是不是特别可爱？非常美。其实我们那儿原先并没有那么多长颈鹿，我们那儿原先的话基本上都是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放学回家眼睛都睁不开，因为特别的灰。我自己也一直想着，就是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去。然后后来我在城市的金融行业工作，但是我们家乡也发展了，国家也有很多政策嘛，也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就想，哎，为什么我们去试一下？所以我现在是一名网红民宿的老板娘。谢谢。然后我就像我们年轻人的话，不一定要把自己梦想的舞台放到大城市里去，其实乡村也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也想在这里面，号召更多的年轻人，然后能够和我一样，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为自己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好，我叫邱丽琴。说实在啊，30年前鲁家的环境太差了，村民是说垃圾是靠风刮的，污水是靠蒸发的。蚊蝇满天飞，臭气四季吹。但是我们鲁家人人穷志不穷，我们花了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每个乡村，到现在的乡村经营，在2018年，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也接受了世界对我们农村的这个认可。相信鲁家未来会更好。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吉渔村的潘春林。大家可能不知道，20年之前我是一个矿工，03年以后啊，矿山关停，水泥厂停掉呢，响应政府的号召呢，我在渔村啊开办了第一批农家乐。随着我们渔村环境的变美，游客的增多呢，我们的生意呢也越来越火爆。我现在一天的收入能赶上当时啊一年的收入。哇，生活进步。所以说我们现在居在啊绿水青山之中，人在金山银山里。好的。我是渔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那么今年呢也是我入党的第15个年头了。那么渔村呢历史上呢是一个开山采矿、烧石灰、做水泥的一个小山村，那么现在呢云雾缭绕，山清水秀，一个美丽乡村。这么多年呢发生了完美的一个蝶变。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1号文件，积极的重点内容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我相信呢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的
沿着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路呢一直走下去，宜春呢一定会变成一个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谢谢大家。说得正好，我跟安吉还是比较有缘的啊。对啊，对，我大儿子的小名叫安吉，可是当时起名字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安吉是一个地名，但是我也万万没有想到20年前的安吉是矿山，对吧，是出水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今天丝毫没有20年前的任何的迹象让我们可寻。我们今天跟长颈鹿一起吃午饭，然后我们也喝了当地的白茶，吃了当地的最鲜嫩的笋，对，看到了如此好的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完全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这句话。谢谢。其实从我们跑男这么多季以来，去过各种各样的名山大川，去过好的城市，也去过非常漂亮的新农村，我们发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了。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节目看到，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新农村，也能够让大家享受的过程当中变成一个新时代的创造者，继续努力，一起打造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好，今天的美丽乡村淘金之旅之所以选择在浙江，是因为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如今的浙江正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在未来的新征程中，浙江将继续勇立潮头，砥砺奋进，共荣使命。2021年是个有着非凡意义的特殊年份，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赋予了这片土地红色的基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的50余名党员，发展到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千秋伟业。百年芳华，初心不改。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真好啊，新征程。本节目联合微博开启今天的私密功能，互动二维码，多种话题视频回复，还有定时派送，上微博参与节目讨论，多种奔跑版独家私密功能，等你解锁。登录抖音，搜索奔跑吧，参与话题互动，看节目精彩内容。感谢蓝山广中国人天天首席热门又合作新浪娱乐，新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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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新闻官搜狐娱乐百家号网易新闻网微视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国网压根儿给你超高清 SD 主题音乐小白日梦预言不止台词高能一辈子套路可以增加的情侣全世界的主播大家好，观看节目精彩内容上 QR 短信搜索奔跑吧，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生活的力量点燃